毋庸置疑，很棒，真的很棒。舞台效果很好，很有趣，很有意思，很好玩，也是很挺好的一个秀，我观赏性很强。对，太洗脑了，就很可爱，而且他们组都是戏精，都是演员出身吧。谢谢两位带来的精彩演出，同样把掌声献给另外三位非常厉害的男主角，谢谢他们。我其实刚才忘了说一句话，你说，就是这可能是我们最快乐的一个舞台。厉害之处是他们把这样一个故事放在音乐里面，而且五个人的互动都特别流畅和自然，我觉得看了一个很棒很棒的作品，突破了那么多个第一次，就然后结果自己还挺满意的，就挺好的。除了他们说这个发型看脸很圆，上镜很胖以外，都挺好的。